国首尔，中国人气歌手许魏洲举行了 Light 亚洲巡回演唱会。许魏洲作为内地首位在韩国举行公开售票演唱会的艺人，引发热议。韩国站演唱会公开售票当天，许魏洲就登上了韩国网站实时热搜第一。首批门票开票后35秒售罄，许魏洲今晚完美演绎了首张个人专辑 Light 的全部新歌。许魏洲原创专辑《光》改编为浪漫的英伦摇滚风和华丽的日系摇滚曲风 Live 版，令现场听众耳目一新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